桶干酱、绣花球玻璃杯，还有无土盆栽，凭超优惠的套票就可以兑换。台北市观光局为了让大众看见北投在地好吃好玩的商家及周边景点，将原价超过300元的套票下杀3折，99元就能获得一日乘车券及精选伴手礼，且有3条路线任挑选。我想这一次我们结合在地的这个温泉协会的李树业者，还有在地的这个糕饼，还有花卉农产等等的这个产地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共推一个优惠，那这包括一整天的套票行程只要超值价99元，那其实它的这个 CP 值啊是超过300元以上的。那我们希望现在为解封振兴的刚开始，因为中央还在推这个政策，台北市政府还没有正式公布前，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记者会先踏出第一步，能够结合我们台北市的温泉业者跟这个阳明山地区的这个商家店家，那希望可以带动我们接下来的中秋节的4天连假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尤其台北市政府也非常，市长也非常盯着这个疫情，因为不要因为解封了，让这个疫情又爬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这个第一个这个观光局办的这个记者会呢，希望让大家不要忘记了，除了去中南部玩以外，其实台北市也有很多的郊区，包括北投温泉，包括士林的这个阳明山公园等等，还有很多的历史景点也都是在郊区，能够提醒大家除了去中南部的郊区，也可以在就近在你台北市的郊区走走看看玩玩。来北投旅游或许还能赚到奖金，观光局同时举办创意游程影片甄选，鼓励民众设计独特玩法并用影片记录报名，第一名有50000元奖金，借此振兴在地观光及经济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